晚点可以玩一玩那个狼人杀，太空狼人杀，在你们之中，我就玩了几把昨天。就是没什么人，这鳄鱼怎么现在不舔自己的刀了呢？我的刀可是拥有剧毒的。抠一下，我抠他，他没掉血。我怎么每次小平 A， 我 A 完这小兵就 A， 玩个屁呀！这你俩还能玩了不 ？A Q 走。这 W 放的可以啊。这 W 放的还是可以的。跟我俩致敬伪神呢，是不是？晕住，又这么打扮了，你干哈呢？哎，为什么？我就说怎么人不动啊？一上来晕住，哎，接个扣。哎，剑圣在旁边啊，晕住 ，A 接 Q，Nice 剑圣，一上来平 A，A 杀呀 ，Q 一下，先晕 ，A 接 Q。A 接一走，完了，上当了！你这你不给我杀了他？上当了，这是纯纯的是上当了。你俩一点默契都没有，其实还是有的。我们俩杀王八的时候拥有默契的。哎呀，不过剑圣杀了可能也要被换，算了吧，确实哈，确实。但我确实还是上当了。上来抽一下，晕住 ，A， 再抽一下，哎呀，被小兵打了，四秒，三秒，两段 E 穿上来，晕住接抽，这也能拉走，我是没想到的。有怒了，这波可以杀了，这波有怒就可以杀呀，哈哈哈，等个红怒 Q，打个眼，不瞒你们说，我无敌了。哈
米尔的盾呢？盾没用啊，我 W 红怒破盾。他也六级，等级挺高啊。他 W 我们就 E 啊，不 W 我们就 Q 一下 ，E 过来平 A 再 E，A W 晕住 A 提亚马特平 A 接 Q， 可以越塔了。可以越塔了，回家了，算了吧。我们要熟悉的说出这个装备的名字，要记住铁刺鞭。哎，一过来。你要晕一下，算了，我们去打个红的，不管他了。别着急啊，这边别出来，出来会被小兵看见，被小兵看见王八过来，有可能要跟我们抢红。最好是别在对面知道的时候去打这个红。好，这回再出去。下来回去收兵，他应该是看见我了，没事，推了吧。我跟他对刷，现在我们都是无敌的。我在对面这个阵容之中就叫做无敌。来，晕住铁刺鞭 ，A Q 走。Q 一下。可以杀。注意连招啊 ，W R。铁刺鞭接球穿一下，没穿死也行吧。虽然我们的连招不算特别的顺畅，但是也把他给杀了。我想 W 的 G R 的，他 W 的没打着呢。走位，晕住 ，Q 一下，一走，闪现，还要追，我是没想到的啊 ！A Q 铁刺鞭，你俩再上，你俩都得死。别着急，这波可以打啊！那王八我刚才秒不了，他200多滴血。这王八搁这干啥呢？啥意思啊？这啥意思啊？这王八？哟，个老龟！做一波骸骨吧，
家了，我们就把一塔拿了。其实我是想让他回家的，他不回家，我这塔拆不了。把这石头人打了，走了，回家了。看看对面辅助是啥啊？布甲鞋其实好一点。哎，我差点钱，算了，那这把就这么出吧。鞋咱先不要了啊，要那鞋没用，我们这鳄鱼不需要鞋，就光脚就可以了，不用穿鞋。别那么干了，我马上到。你不怕我不去自枪？我可写战斧，你不害怕我？跟我来！哎，打爆你的龟龟龟！我的个龟龟！收一下。Q 一下，再晕住哟！跟我打，开大招，平 A 一上来一个红度 Q，A 一过来再 A， 他有闪吗？没闪，拦了一波双杀。我们先吃个塔皮啊！这王八一看野区啥都没有了，嗯 ，F6 也被我刷了，红也没了，石头人也我拿了，我们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野区蝗虫 ，Q 一下破骸骨，等他把 E 交了，啊，死了 ，A W E 过来 ，A 接 Q， 再 E 过来平 A。我们现在扛塔都是30%的减伤。别让我进野区啊！让我进野区，我就摧毁庄稼。吃掉小草跟树叶。3880。来，可以打。我一上来碰瓷儿，
再一，走打狼去。可以上啊，这波抽一下大招开起来，一一二段 A 打法溜，致命点燃 A 接 Q， 剑圣吹波 Q， 哎呦，星石剑圣，走回沙漏收兵。我不吹，现在一打五，一点问题没有，打不了五个，我就不叫蓝林汉。等我回家啊，等我们回家。先把这石头人收了，兄弟们，给个舞台，一v五。等这个到五千的时候再跟他们说，四千多瞅着不好看。再收一波吧，最后一波。我可要起飞喽！装备都哪去了？这儿呢啊，这儿呢啊。算了，来这个，再来这个，再来这个。把这蟹手出完，咱再出一个九头蛇。这也没有舞台呀，这样吧，我站在他们家基地面前，攒攒怒，可血战斧用了，我就在这一站，行不行？哎，来，我就在这一站，你走，给个舞台。杀着潘森呢，和谐战斧，投降了，给舞台了。